大家好，我是杰西。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叫做《Father and Son》，爸爸跟孩子跟儿子。好，那是 Cat Stevenson 所演唱的。那这首歌呢是在哪里听到呢？《Guardians of the Galaxy 2》。其实这是一首老歌，然后在看《星际义工队》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男主角 Chris Pratt 星爵，好，他有一卷他妈妈给他的这个录音带，他很喜欢的这个录音带里面的一首歌，听了非常的感动，然后配上这个影片，杰西等一下会把这个放在部落格的那个连接上，就是部落格上面，这个看了真的好感动。 Root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只要有看这部片的话，这个小娃娃他就叫做 Groot， 他只会讲的话也就是只有一句，就是 Groot， 你问他什么他都说 Groot， 好像没有中文翻译格鲁特啊，不要，就叫 Groot 好了。好，这首一首蛮感动蛮令人感动的歌，在讲爸爸跟儿子之间的那种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常常都会是非常的紧张纠缠这样子。好，那他一开始说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现在不是改变的时候，好 ，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 是该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了。那现在不是，就 It's not time to do something。好，该上床了 ，It's time to go to bed， 这样子。那名词可以用 for，It's time for bed。好，那不要改变，怎么样 ？Just relax，take it easy。好，两个都是一样 ，relax 放松 ，take it easy 也是一样，放轻松，不要紧张。好 ，You're still young，That's your fault。啊，你还年轻，那是你的错。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大概就是小孩子长大了，他想要飞出去了，他想要去做一些叛逆的事情了，好，想要做一些改变了。可是呢，爸爸说，哎，你不要改变，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还太小了。好，你还年轻。好，为什么是 fault？ 我们常常会说啊，好了，我在旁边写一下好了，好像没有写，就感觉，因为我实在觉得花字幕，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去打字幕。好，我们要承认是自己的错的时候，我们就说啊 ，It's my fault. I'm sorry. It's my fault. 哦，是我的错。只要这样讲，大家就比较会原谅你啊。口语会喜欢说什么 my bad 啊、哦、，my bad， 它的文法是错的，可是其实你口语都会听到人家这样讲。好，那年轻有什么错吗？年轻错在哪里？就是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你看过的世面、见过的东西、了解的东西太少了，所以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判断很多的事情。哦，他的意思可能大概是这样子。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啊，很多事情都是你必须要知道，可是你现在根本就还不知道。好，那这个时候爸爸就说啊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啊，不然这样子好了，你找个女孩子，好 ，settle down 就是定下来，好，要找男生结婚，要找那个已经想要定下来的，不然他玩心很重，还很想玩，对不对？好，他说，哎，你就找个女孩子啊，定下来啊。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爸爸说，哎，你要结婚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年轻就结婚很好啊，以后小孩长大你就还是在壮年的时候就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对不对？好，爸爸说，哎，看看我 ，Look at me, I'm old, but I'm happy。看看我啊，我可以当你的榜样给你看。你看我现在老了，我很快乐。好，所以我不一定年轻的时候我要出去外面打拼或什么。这有一点就是很多种诠释的方法，你可以去看这个歌词。好，那我讲的不一定，杰西讲的不一定是正确。好，这个有一点就是爸爸在跟小孩子讲，就劝他说，哎，不要。先暂时在你现在在的地方，好，不要去外面闯，好，可能爸爸有他的原因，可能觉得小孩子太小。好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好，我曾经呢就跟你现在还一样，好，我有你像的想法，我也明白，哎，这很不容易。你当你要你要忠告别人的时候，给别人家劝告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拿出来当例子啊，我也有这样的经验。这个同理心会让人家比较容易听进去你讲的话，对不对？好 ，to become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好 ，come 就是那个镇定下来，镇定下来叫什么 ？calm down， 我们有时候把它用那个祈使句讲讲啊 ，calm down， 好，镇定下来。好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你觉得哎，好像有一些事情不对，或者是有啊，这里也不一定是不对。当你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当你觉得在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好，这个的话呢，背景当初其实在查资料的时候有说是越战，好，越战正在打的时候，
好，那这个感觉就是儿子想要去当兵，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去为国家做一些事情。可是呢，爸爸当然是劝不要啦，留在自己身边，对不对？好，那你觉得说，哎，现在世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可能等一下会改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没有那么容易把前后文连在一起。好，当你觉得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你的生命中有一些改变了，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正在改变的时候，你很难去镇定下来。好，但是呢 but 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 好，花点时间好好的想一想。那花些时间这边也有慢慢来的意思。好，我们比方说跟朋友约会，然后朋友就text you 啊、哦，传简讯给你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迟到啦、啊，或学生上课啊，说哎，老师不好意思迟到了。好，那这时候我们常常说哦 ，that's okay, take your time, 没有关系，慢慢来，这样子的意思。好，所以这边花些时间呢，你也可以用，好，就是慢慢来，好好的想一想，等一下再去注明。Why？ 为什么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想想你拥有的这些啊，这么多东西啊。For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But your dreams may not. 好，这是为什么他们讲越战的道理，就是这前后好像就比较能够连贯。因为你明天你仍旧在这里，可是你的梦想可能已经不在了，就是你人还在这里，可是战争可能已经远离了，战争可能已经不见了。好，那也有不同的讲法是觉得说，嗯，我们的梦想会改变，对不对？你今天这么想，可是你明天可能就不这么想啦，对不对？你今天可能觉得你是要这么做，可是你明天可能不是那么觉得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用你自己的想象力去发挥。How can I try to explain? 好，我要怎么样才能试着解释？好，尝试着去解释一件事情，解释什么呢？解释跟他儿子讲前面的这些事情。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好，爸爸有点在抱怨了啦。我这么做这个度就是应该就是前面在解释嘛，对，我要试着去解释。好， turns away again， 又转身而去，再次的转身而去。我只要要跟他讲他就跑，我只要跟他讲他就离开。好，这个一般家庭里面应该也会看到，看到爸听到爸妈开始念了就赶快跑，啊，我也是，我要出门了，啊，我要去厕所什么的，对不对？好，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old story。 好， same 是相同，对不对？记得 same 其实前面都要有一个The same， 好，一直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老掉牙了的故事。好，那下面的话呢，有人说是爸爸讲的，有人说是儿子讲的。好，这边因为这里的句子比较帅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lder to listen。从我会讲话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被告诉说我要去听从。好，就是哎，会讲话就说哎，要这么做，要这么做，要这么做。OK。Now let's wait,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好，现在前方就有一条路在，就是这边就是有人讲，或者是儿子在讲的，好像他其实耳朵实在太差了，这个木耳。有人是说他的音调唱的那个音调的时候，大家仔细听一下会有转变，他的音调会有变。好 ，there's a way， 哎，前方有一条路。好 ，way 的话通常指的就是道路。My way 那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就不要唱了。我等一下会唱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我等一下可以唱一下。好，那我知道你就看到前面有一条路，你的 calling 就是在呼喊你了。你就知道，你觉得你必须要远走了。你知道你要远走，可是爸爸又不给你去，很纠结这样子。好，那下面就是重复。哎，爸爸要讲，现在还不是改变，定下来，慢慢来嘛。好。那下面这里的话呢，这一段到底是爸爸呢还是儿子呢，都有人讲。好，那这边我觉得儿子感觉是儿子会比较多一点点。 All the times that I cried，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哭泣。 Keeping all the things I knew inside， 就是男生好像比较会这样，什么事情就放在心里就不讲出来。好， It's hard but it's harder to ignore it。好，把事情放在心里很难，可是更难是什么？忽略他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样，太压抑了，压抑过头那个火山会爆发，不好。好，那这边为什么会讲是儿子说的呢？因为你看他这边说 If they were right, I'd agree。 好，这个叫做假设语气，好，条件子句，假如他们是对的，我会同意。其实这是一个跟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就是表示说
假如英文这样讲的话，就是他们明明就是错的啊，所以我就是不同意啊，这样子的意思。好 ，But it's lame, it's lame. They know not me. 好，但是那是他们，好，他们不知道我。好，这边我要改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知道，但不是我，就是他们知道，我不知道。哎，好像不太对，应该是有一点，他把那个 not don't 改成就是直接那个 not 这样子而已。是他们觉得那样是对的，但不是我，我不觉得那样是对的。好，我知道前面有路。有一条在呼喊我的道路，我就必须要远走，我必须要远离，这样子。好啊，我要来唱一下这首歌，不想听的人可以把它那个叫什么呢，你可以听到这边为止，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蛮感动的。我昨天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一边听一边哭。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会他不理我。好，我要来唱歌了，大家可以沉淀一下情绪，可以跟着一起唱，或者你可以用那个叫什么，好吧，唱。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 to become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going on. But 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Why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For you're still here tomorrow, but your dreams may not. 好，对不起，唱错词。How can I try to explain 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old story.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lder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好，这边有一段蛮长的伴奏，杰西其实是很音痴的，但音痴也没有关系啊，唱歌自己开心就好了。所以呢，可以先看一下，了解一下意思，然后像这个它就有歌词，你就跟着唱。那我不好意思跟着放，因为这个有版权，不太好。好，继续唱。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Just relax, take it easy. Take it slowly, 对不起。Look at me, I'm old, but I'm happy. All the time that I cried.Keeping all the things I knew inside, it's hard, but it's harder to ignore it. It's right, I agree, but it's them, they know not me. Now let's a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好，对不起大家，假如你有听到这边的话，希望你们没有听到。好，因为我听的是 iTunes 的这个版本，那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这个版本，因为我对过这个歌词跟这边是一样的，但是跟这边就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哎，谢谢大家，假如你有收看的话，假如没有的话，没有关系，绝对没有损失的。好，就先这样了，拜拜。